本来是没有朋友，他交朋友的方式可能就是用比较粗鲁的方式。那到现在说，哎，大家都会主动说，哎，陈小姐来一起，我们一起玩嘛，然后玩什么玩什么。打了金牌或银牌，很开心，成为世界上最厉害的人，让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好一点，不会让我妈有一餐没一餐的。